勇敢，有时天的光，有时天的暗，也袂永远这呢惨。德州小骑士1984年登台，全盛时期全台有52家分店，因为经营权问题，目前只剩4间。那大陆那边的德州小骑士，1996年由台商鼎金集团接手，目前有1500家分店，营收超过70亿人民币。大陆的名字叫做鼎金德克士，德克士在台湾也有，目前有看到3家，板桥南雅店4家，永和中正店、三重正义北店、台北重庆南店。富华中学，青年一路，世情这冷淡，想着好人心里寒，叫一声，落去的人自叹。东山再起，名声不流传，永远留予人地流传。熊山对面就是熊山。分开点，你们的是你们点，啊，我点我的，你分开。我一个2号餐，外带。好像有名的阿拉那个30分钟啊，一共外单30分钟啊。鹅蛋呢？鸡蛋了。啊不哎，再来啊。再来啊，那个是，你放到这边调节的。好。那你还有可乐雪碧。饮料有什么？可乐雪碧。那有柠檬红茶。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不要。这个看起来像那个你。看你们点啊！啊，等下看这附近什么景点先来啊，小姐。等下过来去。嗯。好，我要125。125。妈妈。妈妈。哦，等一下你要什么？你要鸡块吗？你要要可乐、雪碧、柠檬红茶。哎，2杯可乐，1杯红茶，1杯柠檬。小鸡块6块，1份。小鸡块6块。那可乐好。好了，好了，
目前有四间。左转，我想左边继续跑。好，这边停一下。那阵嘛是露营的训练，要跑去了帐篷的底。
但是暗时啊，湿气也袂好，这个嘛无用。哎，你的小哥地上一样。红外加胡椒还有加，饮料放这里，额外饮料放这里，哎，不要去撞到阿伯的哦。这间会较好食，还是肯德基的较好食？嗯，我吃这个物件。嗯，你看这个角度。啊，你要放包我的，我停在这里。这个要加胡椒啦，胡椒加下去哦，香喷喷的啦。真的。嗯，加什么啊？加鸡块啊，炸鸡啊，鸡块这个啊，香喷喷的啊，香哦。那装在我的一样，真的那么好吃哦？你看，金黄色的，然后加上胡椒，然后你看咬一口，它是金黄色的吗？特别香，对，要加胡椒。可是它是金黄色吗？是金黄色。然后你看，那么多汁，又鲜嫩多汁，有没有？又现炸的，又新鲜。啊，那边那个就是那个叫做卫武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。这整区都是叫卫武营，连这个公园都。连江三景，三景迷你开始要去呀。这里都看到卫武营。这边的款啊。啊，唔过啊，去啥去两三张，三几张啊？那是卫武营的主地。啊，是音乐厅啊。啊，所以我们都在那边的，也没有。零零零零零。那你要跟那个摄影机那边讲。嗯，我是。薯条。认真虾跟点点。啊，你那个鸡块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啊，麦当劳的好吃还是最近的好吃？都好吃。两个都好吃，都差不多哈。他就写德州小骑士啊，嗯，啊，以前在吃的时候就是德州就是，炸鸡，他麦当劳就是那个汉堡。你这个姿势你要拍很久吗？啊，怎样？这样子，然后有红色的就开始在录了。你就跟阿伯讲啊，看你要当阿伯的剪片师，还是要当他阿伯的摄影师？都可以讲。啊，所以摄影师你要跟我们骑啊，一边骑一边录哦。对啊，那个阿伯骑啊，你负责录，你要一边跟我们骑一边录这样子。大家都很有兴趣的，拍照了，你就可以拍你自己啊，对啊，啊你要拍你自己，你这样子啊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自媒体时代，都懂了。啊，这样子就看不到那个了啊。来来。不然就是你，就是你们三个人有两张。那、啊、你可以拿着拍。好。拍盒吧。还要吗？盒吧。好啊。你拍呗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哎，你那边有睁眼吗？嗯。你那边有沾那个汁？有啊，胡椒盐。很好吃啊。全部都要撒到，哎、啊，里面胡椒盐很多一个很香气啊，这就是神的味道哎，神的味道就是这样子的，香味啊。嗯、日本时代战船，什么的，第二种，准备，哎呀，就用军火啊，啊，所以。
脸。帅哥，我帮你拍。你看这边鱼那么多，超多的，还有黑色的，嗯，这么危险呢。红色的，那边有一只，那边也有黑色大只的。大餐来了，哦哦，这我的，这我的，这我的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小金啊小金啊，这边有两只姜母鸭，三只。